我们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乌克兰的难民。乌克兰难民呢，原来它的平民人数是在战前是4100多万人，现在难民高达了1135万人。在它的境内，就是从乌东跑到乌西或者跑到别的地方的508万人，到境外的高达626万人。这里头有很大一部分认为，他们只要可以在当地找到工作，在德国等国家可以找到工作，他们永久不会回到乌克兰。将近1/4的人成为难民，将近600多万的人逃离乌克兰。